我不行，王主任，这个事，你这个他这个，他这个不是来两三天了吗？这个东西，他这个建，要是修高铁，他这个钻这个取这个土，取这个土，然后这个，取这个土呢，他修高铁，然后我就告诉跟他说，取这个土是做化验的，然后我就告诉说，他中午他人家吃饭，他换小东西都换在这，包括什么电车是乱七八糟换在这，他人都走，不在这，晚上都没人看着，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地方乱。因为我那南瓜在那都被人那个收回品的那个捡回品他都给摘了，我都监控都看到了，他就问他，他说他承认六七十岁了，说又不摘了。但是我说你这个我那人一拉一个桶，他还不知道是他自己拉的，也不知道人家拉走的，他是白天就十一点让人拉走的，我为这都报警了，派出所的，因为参与到排害我，他一直都不给答复。我说因为我站着住着，我这个因为怀疑农民回来案子受江镇民警这个先他是。开始受打击报复，然后这个被江镇民批的劳动奖三年多，加上是保安劳教所关了三年多，在劳教所里受排害，九九年把脑子控制住了。2000年我释放以后，我说我回家以后，一直到现在，2008年一直到现在，这个是16、17年了，就有关部门长期是用公安国保，用党和政府的名义，用政治犯的名义，这个每天控制我这个我的电话通信网络，在每天脑控群众，以我残疾、右手严重致残等特征，在每天脑控群众，对我进行公开将排抹杀，造成我就在常州一次次被枪，我跟这个事情就我跟他们说的，知道我就就经过我要说一下，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每天就是对我进行排害抹杀，造成我在常州站住这个7、8年来就一次次被枪击打伤，被那个。打上寻衅滋事，打上打伤，被交警砸了车，辅警砸了车，流氓地痞砸了车，交警扣我车，城管扣我车，对我和家人进行一次的医疗排抹杀，对我进行一次的这个机动车抹杀。我说这个对我排害抹杀有事实证据的，派出所里我报了警以后，交办室都有指示，我说了，他们不给报案那个处理登记，不给答复，我就报过，就是你王主任，你不能指示那个他，我的报警，这他消防工厂的报警，你们不给报案登记，不给答复。报案处理结果，报案登记处理登记不给答复，我反映到上面，反映到市里，反映到市长热线，反映到1389，都是推都是拖，1389说你们要给答复，谁给答复啊？这反映到你那个常州市公安局公安分局，他们找你交管派出所，你们交管派出所让找你让我找交管派出所，就来不及推所有对我的排案证据，全部有事实证据的对我的排案抹杀，全部不给我报案那个。处理的那个登记不给答复，我说这赤裸的排害我就2015年就用那个90万字对常州市上访，一个中外国残疾农民写给江苏省的省委省农委写的控诉，就是写我在常州站住，那时候才5、6年了，就那么排那么多了，就更多，这两年，我说呢，他们并且每天给我排抹杀还不说，还是煽动群众，每天安排煽动脑控群众，让排害我，用车撞死我。用这个监控拍我找我事，用那个让诬告陷害我，说这个只要一诬告下这个郑正万偷人抢劫，就把逮起来害死了，说来办说来。那包括今天多次讲的，我出来的一年我都在网上揭露，我说那个今年6月11号，我那个同济村的一个小超市里，他不就用诬告陷害我吗？说我是这个埋葬的揣着个虎子，不给钱，那个欠着钱呢。我说我啥时候该你钱了？你让我这买东西全都给现钱了，我说我报警了。他说你报警吧，我让认出来不认，你报警吧，然后报警你们交管派出所去处理警，那好像是一个指导员去的吧，大概是处理警了之后，他承认错了，认错，我记错了，我不能认记错的事情。你是每天你们中共国安国保以党和政府名义，以政治犯的名义，每天是控制我脑子，同步控制电话通信网络，在每天控制群众脑子，对我就公开这样排抹杀，然后再煽动你们让诬告，煽动安排煽动群众让诬告陷害我。派出所的通知这样，包括这个你这个同济村小李11号李国华都已经告诉我，他违约以后告诉我，直接都告诉我说是你们派出所的，直接通知他说我是邓上监控拍我，让他违约的，就你们所长还不是护士长去的，那天我报警了，那是他不巧说他去的，就那个所长还不是护士长，就他来我们家了，说你邓上让诬告去，让我们监控拍你，让给你违约，然后他再冒充好人，你报警了，他再说我们这个租赁违约。我们村里委员让你告我们，他共产党太坏了，是每让我们这个每天让我们群众监控拍你，他还不承认，然后再让你告我们，让我们来回倒，就是让我们斗起来，他看笑，我说共产党太邪恶了，我都录音录像的话。
在派出所都通知安排，在一边在脑供群众，结果就公开叫我派我啥，并且有三种群众不过想干我，我就说你要看着，你东西都在看着少了，你别，你别我住在这是，你别你想干我啥你派我，啊对对，啊对，他，啊他中午他中午都不看，都不看我有监管好几天晚上也没人看，晚上监控的也照不全，但是他也没说什么。3-03-6038
你警号我再看一下，我再记一下，因为我这没有我哎，我有你警号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要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子，我记一下子，这就啊，你楼下我看一下子，行了，是不是的？因为你在常州的，你们有的这个报警，他都拍案，我的警察警号都不告诉你啊，153-125-86362，就我这个报警电话。你们这个东西，哎，什么时候搬走啊？找了不可以冤枉人家的啊！东西找了不关人家的事情啊！这是我关键是在政治拍案，我你们那咱们每天都在恐惧之中，随时都被多次这种凶残谋杀，我在报警，你们警察不受理，现在我都在恐惧了。我明天就进去两人划到网上看看大量证据在这，我报了警，包括报警的警察都不是，那个110的举接都不出警，交警退说不许再管，警察谋杀必须，你大量的不是一次两次，这你们每天群众这么的搞人家。生活随时都会被害死，我这在全国都是这么拍案我的，你说我那中共太邪恶了，这种体制的秦中难书的罪恶，那不就是江泽民集团干的？我就还一个农民户的案子，95年，然后他受打击报，97年被江泽民批次劳动教养，3年多下煤矿安一生保护劳教所，关我3年2个多月，劳教3年连劳教书都没有，我要了在劳教所里要了将近1年，劳教所安一生保护劳教所才向我转还下达劳教书，这个山东的是无理取闹。你说你不是这害人吗？说是不是的？你说这个太邪恶了，你说这个中共这个体制，你说这个每天，然后2006年8月4号以后到现在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每天只要去打个政府的名义，以政治化的名义，通过工作电话、通讯网络，在每天这个以我有处严重资产的特征，在每天控制群众脑子，对我进行公开群众迫害谋杀。安排脑控群众，然后对我进行公开讲培养谋杀，山东群众诬告陷害我，就这么搞，你天天这么搞，讲什么，是不是的？你们这看是不是我愿意让我跟你们说，是不是的？我是不是应该跟你们说？你这是我被判案的，我随时都会被他们判死，他们群众难诉的罪恶，这中共体制太邪恶了，知道了吧？我在这摄像机上讲的，知道了吧？这大量的证据，这群众难诉的罪恶，中共这种邪恶体制。随时都被拍死，你那种恐惧痛苦不是你正常人能理解了的。